个沉得稳稳的。哎，他怎么又上来了？不要上来，打！啊，我都掉这个，我都掉这个是怎样啦？我都掉这个就好了。问你啊，问你怎么都掉这个啊？爆蛋母虾。我们刚才没有麦克风，录得很开心，讲一大堆屁话。我的游戏你看见了没？定了没？告诉你，定了没？我的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去哪里，我是阿哲。那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我上次之前很久以前来过，去年应该是去年来的，我来这个嘉义的阿瑞拉。我上次就说过我会再来，上次我来的时候我是钓天秤，然后发现其实钓起来感觉很特别啊。那我们今天决定再来钓一下，然后我也带这个凯凯来玩一下。上一间那个户外的，你不是玩得还蛮开心的吗？我们待会就准备用这个长短钩来钓一下。他们这两天好像都有下雨，但是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刚好非常幸运的没有雨。我们刚才从倾盆大雨中脱颖而出，是不是？好啦，那我们准备用一下钓组。坐江画面见，拜。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Fuck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So foggy, but I've never seen clearer. I don't really think anyone can save me. And honestly, I'm not really sure I want saving. I like to be my own worst enemy. There's no risk if you don't try at anything. So I'ma just keep buying everything. See you in the next life, hope to be a better me. I don't think that my head's on straight. Gotta flip it and grip it and go and get an x-ray. What's wrong with me? I just feel weight pushing on my chest and it squeezes till I suffocate. Better change my mindset, meditate. It's pretty cool that I'm alive and have better days. I could walk, see, hear, I should celebrate. Think I could change my mind, maybe elevate. Living life, every day, late at night, not okay. All I want, and I pray,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Yeah,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 Cause all I want, and I pray, I believe in the better day. I'm kinda stuck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我就问刚才那只大不大，我就问我们刚才呢，非常开心的，我们钓了两只哦，好开心，好开心，就华裔耶。刚才你长进嘛，对不对？对啊。你有发现那个没有麦克风吗？没有，因为荧幕根本看不到，荧幕就是反光看不到，对不对？你现在眼睛跟一直线一样，跟我一样小，你知道吗？我比较大。我们刚才钓了两只非常大的。哎，看。我们刚才没有麦克风，录得很开心，讲一大堆屁话。好了，我们再玩一下，好不好？这次，哎，刚才我上次没有钓到那么大只的呢，我上次没有钓到这么大只的，爆炸大的。你等一下给你钓一下。有没有沉得多漂亮？再来给我一只大只的巨无霸吧，小只的，小只的。耶、yeah, ，第三只，和我们凯凯玩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看到这个讯号，漂不漂亮？双钩，接双钩，接双钩了，接双钩了。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比脸大，我妈这样，然后做封面。你可不可以夹到我？哎！好了，放开，你看他很嗨，他的你看，你看，跟我同个动作，你看，你看，嗨，弄啊，赶紧弄啊，别放回我，啊，今晚是别放回我了，我们看他可以跟我们耗多久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抓他，有看到这个讯号有没有？这一定是下钩，因为他好像放掉了。我带一下，稍微带，轻轻的，轻轻的，哎，还在，来，哎呦，有没有斜的打了？啊娘我，啊娘，这个很大只，这个很大猪哦，有没有？大不大猪？
看我杆子这么弯，你看我杆子这么弯，来吧。我发现一个特点啊，这里它的虾子都是橘色的夹子，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解虾了，有点痛呢。给它夹一下。不要，我没有要做效果，不要。做一下效果。等一下它要掉，它要掉，什么样子？一般黑色的我敢给它夹，这个我真的不敢，这个夹下去就阿妈狗了。你看，这个谁敢抓？哦，有呢，一直夹呢，有呢，我们看它沉得稳稳的，那、no, 这个沉得稳稳的，哎，它怎么又上来了？不要上来，打。哦，啊，我都钓这个，我都钓这个是怎样啦？我都钓这个就好了。问你呀、啊，问你怎么钓这个啊？爆蛋母虾。拜托给我再给我一个大只的好不好？这个一看起来就不大只啊。直接救啊！这个不大只我不要钓它，这个不够大只我不要，我要跟刚才那个一样大只的那个我会害怕不敢抓的那种大小，叫凯凯来抓。你看移动了，小只的，好了。我们准备吃饭，吃午餐。OK， 好了，那我们现在钓完了，然后也吃完这个午餐。这边真的是我觉得是很推荐一家大小，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子来这边体验钓虾的乐趣，好不好？这边真的是非常适合大家来体验钓虾，而且我们今天意外钓到一只超大只的，真的是拉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好不好？在这边推荐给大家，我个人非常推荐这里来给大家，就是没有钓过虾的朋友。哦，你也不用担心说啊，三个小时、两个小时钓不到虾怎么办？没有，这边就是钓多少收多少钱。他们这边一斤是，一斤好像400块。啊，如果你要这边请他帮你烤虾的话，就是多一斤多50块。哦，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就是以这个你没有钓过虾，哦，刚学钓虾，非常适合来这边。练习这个，我觉得钓虾这个东西啊，就是你要先有兴趣。你钓没虾，你就没有兴趣。你一定要钓有虾，才有这个兴趣，好不好？在这边推荐给大家。那大家还想看我去哪里钓虾，哪里的钓虾场拍影片，或是你也知道哪边有类似这种的钓虾场，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件下场见，嗨嗨！你又没有晃，再一次，来。那我们下一件下场见，嗨嗨。